月未央，相逢情丝路漫长，不曾想人间滋味几回尝。心有情君身旁，何须再流浪，朝暮相迎，寒食不已，无相忘。半盏红烛照亮来时的路途，余生细数缘与情，从此共度。归于何处，若未见你，我自甘落幕。数情暗故，此生不负。可是沈大人，刚才还同本郡主谈笑风生，这陆公子一来，怎么就冷若冰霜呀？难道是吃醋了？走，令弼。郡主，沈大人什么意思啊？沈大人敷衍本郡主，可本郡主不舍得敷衍他呀。这心上人啊，得用心哄。杨爷，在。走。这怎么突然就走了呢？不知道啊，你说郡主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沈大人，陆府之子陆明山，你可识得？识得如何呀？不识得又如何？他人到这儿了，依沈某之见，此人来者不善，你觉得呢？老子与陆家素无往来，善与不善跟老子有什么关系？最好如此，要不然你这条命可就挨不到夜景了。郡主，咱们在干嘛呀？等人。等人？等什么人？糕点嘞。哎，郡主，郡主，是他吗？他一看就是连饭都吃不饱的样子，不是他，去给他一锭银子吧。哦，来，我们家郡主给你的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郡主，是那个人吗？牛角牡丹，他一看就吃不出下好东西，不是。夫人，就这家？是。哎呀，那你什么时候带我来尝尝呀？要不明天？我等你很久了。等我？好啊，你还敢说你没有养外宅？哎呀，我就是问一问，这里最好吃的馆子是哪？馆子？哎呀，夫人，那自然要数西春楼了。西春楼。大厨，把你们家这些最拿手的菜都做出来啊！要是做得好的话呢，我们家郡主重重有赏。哎呦，那你就请好吧。
快点，曾食欲立消化。 啥？ 瞧这一桌子菜啊，这大人一句要用晚膳，郡主把镇上的厨子都请过来了啊，那可不是，羡煞旁人啊！哎，哥几个，咱们可是跟着沈大人沾了光啊！嗯，是。老哥，你看这个菜，那看着就好吃啊。是，看着太香了。绿呀，你们说要说这个绿。 谁有那位绿公子绿啊？啊！站着干什么？坐下一起吃。谢谢郡主。哎，林斌，帮我去请沈大人。是。嗯，这是给沈大人留的位子。哎呀，坐坐坐。 太子殿下，老臣近日听闻，夜京中盛传一则消息，称江州库银劫案的主犯云逸已被殿下派出的金陵卫缉拿归案，不知可有此事？沈燕给我的文书当中，确有提及此事。殿下雷厉风行，实乃我大魏百姓之福，老臣斗胆敬殿下一杯，预祝殿下马到功成。 预祝殿下马到功成。诸位皆是我大魏肱骨之臣，今晚大家不必客气。父亲体恤各位新郎，你们与姑啊，在东宫里设宴款待。今晚我们不聊国事，姑只盼望尽兴而已，尽兴而归。干！谢殿下。 刚才殿下亲口提起沈二公子的名字，沈公是后继有人，风光无限呐。陆公，咱俩可是望尘莫及啊。想当初，犬子在江州这个旧案上犯了大罪，许家也因此受累。
圣上开明仁厚，保全了我徐氏一门的命脉。可是我如今一直是心中不安。你说，殿下方才下令说要重审此案，莫非这旧案之中另有隐情？殿下挂心的，始终是那笔不知下落的库银吧？倘若此案的确另有隐情，能还徐公一门清白，固然是好，但只怕查来查去，没查到什么隐情，反倒把好容易平息的陈年旧事，又重新摆到皇上眼前。到那时，与徐公而言，朕不知是福是祸呀。沈公以为呢？啊？哦，嗨，在下以为啊，这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与其咱们仨老头子在这儿无端的揣测，哎，不如啊，今朝有酒，今朝醉，来喝酒。来来来。哎呀，乃是陆公思虑周全。不过云逸被沈家二公子缉拿归案的事，如今夜京可是传得沸沸扬扬的。无论福祸，恐怕很快便会见个分晓。徐公何必如此忧虑呢？若是老夫没有记错，徐沈两家差一点结成姻亲，后来怎么这亲事就不了了之呢？想必是徐家姑娘心高气傲吧。不过也好，虽然没结成沈家这门亲，但自从进宫宇，她攀上了东宫，当真是手段了得呀。今后徐家有太子撑腰，即便有什么祸事，也必能趋吉避凶，因祸得福了。区区一个女官，哪能有那么大的福分呢？哟，说起来这个事，今儿怎么没瞅见陆家小公子前来赴宴呢？一个庶子，没什么出息。这不，听说他未过门的妻子长乐郡主进京，一大早就准备停当出城迎候去了。沈玉啊，沈玉，你真的是吃力不讨好。这群老狐狸斗勇好狠，却要殃及你这条池鱼。这么好的一桌酒又没得喝。沈大人呢？沈大人说他不饿，今晚不吃了。啊，吃吃，都别动，取食盒来。啊，嗯，这个，这个，那个，不是，快点儿。郡主，不用你多说。郡主，怎么办？咱们是先吃啊，还是先看戏啊？不，你傻呀！当然是边吃边看了。来来来来，这么说嘛，早就忍不住。沈大人，沈大人。你要不要尝一尝？做了好多好吃的，你真的不尝尝吗？特别香。你要不要尝一尝？可
可香了。看一眼，门开开。沈大人，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八宝鸭胗、凤尾鱼翅、绣球干贝、佛手金卷儿。吓我一跳，你。郡主，你还不知道呢吧？沈大人和我们不太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说给我听听。我们大人呀，他生性不吃荤腥，他吃素。啊？吃素？啊？这么大个人，怎么还挑食呢？是啊。吃素。哎，这么多鸡鸭鱼肉，只能便宜我们兄弟喽。好你个罗凡啊！你明知道沈大人不吃荤腥，你故意欺瞒我们家郡主是吧？我说郡主啊，您何必这么费尽心思伺候我们家大人啊？您有婚约在身，即使一个人独自出门，也应该收敛一些嘛。更何况，您的那位未来的绿公子，啊不是，陆公子，就在那边看着呢。管得着吗你？跟我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跟我走。哎哎，放开我！跟我走。人家小两口说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不是你，你没眼色。你吃什么吃啊你？我。过来！放开我！过来！刘玲，玩闹的游戏到此结束吧。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婚姻意味着什么。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不想知道不要紧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这是关系到广平王府和我们陆家的大事。在人前我敬你三分，那是因为我对你有意，也是看在广平王的面子上。但你要是再这么不知收敛，那就休怪我陆家对你不客气，到时候我都救不了你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，左一句婚约，右一句大事，算盘打得这么好，可到头来连自己要娶的女人什么样你都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我长乐郡主刘玲生平最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让那些平日里装腔作势的小人在人前下不来台。刘玲，你真把自己当香饽饽了。我告诉你，别的女子像你这个年龄早已嫁为人妇了。我是好心提醒你，你要是错过了我们陆家这桩婚事，就算你顶着郡主这个头衔，恐怕这辈子也出不了阁。那又怎么样？世间女子的不幸大多由婚姻而起。我刘玲，要是找不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，我宁愿终身不嫁。殿下，老臣身体抱恙，恕不奉陪。既是如此，陆公早点回去歇息。谢殿下。殿下，小景似是受了风寒，头疼难耐，向殿下告个假，先行告退。小锦，
如果真的想回去，就先行回去休息吧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让徐公早点来看你。谢殿下体恤。徐女官，去将殿下的披风取来，夜凉酒酣，切莫让殿下着了风寒。是。哦，还有，取了披风之后，再去将太清红云浆备好。待过一会儿，殿下需要请诸位大人一些淡酒。小姐，你说你这般体恤姑，让姑怎么舍得你走？若当真如此，恐怕要让殿下失望了。小姐告退。李公公，让徐公来东宫。是。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徐女官这是不堪其扰，是要离席了。沈大公子不也一样吗？唉，宫中的酒虽好，可是喝起来终归是难以令人尽兴。沈大公子生性恬淡，饮酒须得自在，这宫中拘束，再好的酒怕也是食不知味了。好一朵解语花，难怪徐女官能得东宫青眼，好在宫中平步青云。雕虫小技罢了，让沈大公子见笑了。小姐不敢搅扰公子雅兴，先行告退。夜路难行，徐女官多加小心。不劳公子费心，这宫中的夜路小姐早已走惯。大人，沈大人，大人，忙了一天了，吃点东西吧。大人，咱们要抓的那条鱼，当真跟陆家有关啊？嗯，先前我还不确定，被郡主这么一折腾，我倒是确信无疑了。这话怎么说呀？陆明山心高气傲，若他真的是以郡主未来夫婿的身份前来的话，被郡主这一番折辱，就算是不敢退婚，也早该拂袖而去了吧。可是他呢，为了留在联络处，脸都不要了。这么说，大人，您今天故意闭门不出，是要接纳长乐郡主？沈燕。沈燕，你出来！沈燕，你当真不肯出来见我？大人，您要不还是……嗯。真的不理我？好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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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不下来。郡主，洛哥，洛哥，我真憋不住了，你去跟郡主求求情呗。洛哥，怎么老是我呀？你对付他，你最有经验了。洛哥，我求求你了，况且你快去吧，我们这走小路了呀。他，哎呀，郡主。我求求你了，郡主。干嘛？您心情好，您放我们一马吧，我求求您了。我做什么了？你想干什么？就一炷香，郡主，就一炷香，一炷香完事，我让他们及时出来。你让我们干嘛？我求你了，郡主。上茅厕啊？啊！一炷香，两炷香，你住在里边，我也不拦着。啊，好。哎，前提是让我见到沈大爷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呀！郡主，你别吹了，别吹了，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。进来，大人，大人，我的好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们是真没办法了，兄弟们是真的受不了了。不必理他，照常如厕就行。怎么不理会啊，大人？我们在里头，一想到郡主在外边，这谁能不管不顾的？那就去外边啊。外边那没熏过艾，那山里的毒虫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凶啊，大人。哎呀，求求你了，我的好大人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不行啊，快快，大人，就在这儿。来了。大人，救命啊！大人，沈大爷来了，舍得见我了？请郡主一步，不要再为难兄弟们。那不行，话都没说清楚，我不能走。当真？当真？那就得罪了。这三更半夜的，沈大人把本郡主关在你房间里是要干嘛？为了让你无法祸害别人。我来找你，自然是有话想要亲自跟你说。我与陆明山的婚约是广平王自己定下的，我不喜欢他，也不会嫁给他。这么说，你放心了吗？放心。你嫁与不嫁是你们的事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呢？沈燕，你不相信我？我告诉你啊，这郡主一天不走，咱们却一天没好日子过，真是。行了，郡主，回去吧。把你那些招数都留到夜间，对你的陆公子使吧。我的招数可留不到夜间。瞎说呢！我们家大人是这种人吗？你们大人怎么就不是了？你们欺负人！沈大人，你说你把我关在这干什么呀？沈大人，别过来！沈大人，刘玲，你疯够了没？你又不信我，我当然要证明给你看。众口悠悠，这还等不到夜景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
你威胁我，是又怎样？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来人！谁呀？郡主怎么不叫了？叫就叫。郡主既铁了心要跟沈某纠缠，那我便把丑话说在前头。你我本不是一路人，眼下郡主或是存心刁难，又或是却着有趣想要玩玩。可沈某不是随便之人，一旦认准了郡主，便是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到那时，你就是烦了、腻了、玩够了，沈某也会如影随形，甩都甩不掉。郡主不妨好好想一想，可有这样的觉悟？郡主，没动静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怎么了？郡主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呀？郡主，啊！郡主，郡主，是不是哭了？不止啊，是啊，他是衣衫不整的哭着。从咱们大人房间里跑出来的。哎，罗哥，罗哥，这是不是出事儿了？出事儿了吧？是不是啊，罗哥？等着啊，我去探探。那你去吧。快去，快去啊！去啊！大人，郡主她方才怎么了？她回屋去了。那个外面风大，小的直接把门给你带上啊。徐女官，徐公带着御医来了，进来。丫头，丫头啊，刚才殿下说你席间不适，我请了个御医来给你看看。没事的，爷爷，我歇一歇便好。徐女官并无大碍，只是思虑过度，有些心脾气虚。啊，加之晚间许受了些风寒，头便疼了起来。啊，吃点药调理调理就好。嗯，我这边帮女官配药去。你要的人，我带来了。进来吧。他叫鬼面，是个哑巴，因为脸部受了伤，
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。这人是古怪了点儿，但为人忠心耿耿，身手还了得。你呢，大可放心。云逸被沈燕缉拿之事，竟在夜京传得如此之快，着实超乎我的意料。今日这场饮宴之后，陆家的人怕是要坐不住了。鬼面，这几日你要紧紧地盯住陆家的动向，一旦他们有所行动，定要及时回避。虎啸见过大人。山儿此刻可否到了？大人请放心，公子今日传了信来，说已经借着郡主夫婿的身份在联络处落了脚。胡一英呢？准备得如何？公子走前已将一切安排妥当，胡一英三日后便与公子会合。不能再等了，后日，不，明日尔等便动身，替我转告山儿，尽快动手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是。眼下郡主，或是存心刁难，又或者是觉得有趣，想跟沈某玩玩。可是沈某不是随便之人，一旦认定了郡主，便是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是你惹不起的人，穿上你的衣服。进。大人，这是最新的飞鸽传书，请您过目。小人告退。沈二，见字如面。此局一场，万事谨慎，猎物狡猾多疑，小心钓鱼不成反落水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郡主，水来了！啊，郡主，沈大人，沈大人，我们郡主不见了，我附近都找过了，还是没有人。滚了！眼下强敌当前，郡主独自外出，我自当亲自巡回，只是
你过来。哦。我能醒吗？姑娘放心，明日一早，你只管按照我说的去做，郡主的安危就交给我了。沈大人，那你一定要把郡主带回来啊！起行。情况如何？胡啸，你可看清楚了？连胡啸这等恶匪都被归于旗下，他陆家好大的阵仗。这杀人越货的勾当，他家倒是做起来得心应手。鬼面，你尽快去同沈燕会合。驻金陵卫守营，我在宫中性命无虞，可阿玲不同，帮我看顾好她。倘若真情势危急，只管保阿玲的命，别的都可以收。阿玲啊阿玲，你去哪里不好？偏偏趟进这趟浑水，你要真出什么事，可叫我怎么办？相约，此生执着一念，搁浅时光。